你头几岁开始做？啊？头几岁开始做船啊？几岁哦？哦，我阵那是高中毕业吧。高中毕业十几岁啊？尔，十四五岁呢？系啦。啊，你几斤啊？系啦，系啦。哦。这尺寸敢有甲古代同款，还是你有缩小？这哦，这是实际上尺寸。实际的尺寸对不对？嗯。你是讲什么？以前船啊，咱较早是毋只大只，是较恁即摆改较细只。船啊，较早就大细只啊。这算一般算中型的。你算中型的啊，对。哦。啊，这有什么困难度啊？你即摆即个船啊，无在做啊。啊，这什么茶做的啊？啊。这什么茶做的？这规只拢茶。啊，什么茶？这即摆是较早我咧做上快木。较早用快木哦。无袂当保育的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用一般用柳安，柳安就是这样。柳安伊也有品种足多嘛，啊，那个茎的较好的，较袂烧水的。哦。伊船啊，上惊是讲你做，水往跑你会烧水，啊，烧水伊船荒废裂开会进水。对啦，水哦。这是重点。我你尽量拢用古底物件落去做对啊，用较早的方式。嘿，啊，技术嘛是以传统的技术啦，以弯二的技术来做。啊，比如说凹这弯形的这种较早的技术啦，是即马现代。拢较早。尤其即马现代少年，像阮这是较早做差船，但是阮真转型嘛，阮咧做游艇。即马咧做游艇。嘿，我咧搞新搞红，搞搞搞。你是嘉宏啊？哦。我是伫遐做啊，阮咧做游艇。啊，人讲一里铁板一通啦，哦。啊，游艇的技术即马是足担心，一个老的六十五拢离退休啊，啊，少年都无人要学。对啊。啊，较早游艇去盖一个咧建厂的时，伊足需要的，总需要一挂造船这個老师傅啊去参与的，明白怎个？你游艇要开始要做船啊，是一定要开模具啊。嗯。啊，万一模具的甲这個技术方面拢相共，一模一样啊。你模具以后，然后才会那个印一划皮吧。嗯。哦。啊，你看迄船壳，就是到这個技术都蛮差不多啊。哦。啊，伊这以后会去上设备，也是要安尼就好啊。啊。你以后敢要去油擦，也是要安尼就会使啊。伊这是，你若油擦，伊就较袂讲把这原木吼一部分显示出来。哦。对啦，啊，伊以后这透明漆吼，变个讲伊这擦或者花纹走袂出来。哦。爱看因哦，会不平啊。我讲无油擦嘛，变水。啊，雪蛋一样的对。啊，我看恁那船有迄。会当倒棚啊！你这只敢会当倒？诶，你这哪会当倒哦？反正船了倒棚，倒棚无什么意义啦。你抛船都差几米杆起来，哎，稳定度会赶快吗？船底的重量要称得住，哦，才不荒谬。你看那个一般帆船都有一个那个船底，好像蛇片一样，对对对，它要伸下去挡水，万一那帆太重。啊，咱这无嘛？这无，但是我这船底有挡。你看龙骨交过哦，看龙骨，所以现在当用帆船就对了。哦，你个导游赶快当造了对啦。会啦，造一个帆船，你着徛一个位，啊，倒一个棚落去。对，当造了对啊。哦，安尼看。那因过拢无电脑吼，恁即马恁即种本用手工爱家己画图安尼哦。对哦。啊，那会准啊，你技术厉害。会啊，你嘛是靠经验嘛，靠经验嘛。无几冬还在出差，啊，无几冬还在出差，家己做。哦，那阮是，人讲三年四个月啊，爱看个人的努力啊。啊，你偌久才出差？我可能两冬完吧。哦，天才。算自先靠二万的啊，自六靠会的对啊。啊，早拢继承副业啦。哦。那阮老爸嘛做船。哦，所以你爸爸嘛是做船啊。啊，比较行无路，我都在做船。啊，因较早做好变那落水是变那下水。有一个车轨，有一个轨道的对啊。你看伊下底有一个哦，有个车床无？哦哦哦，啊是用铁轨，啊连那个铁，啊整个塞落去安那边。铁轨连接到海底。对啊对啊。哦。不要，啊用下水嘛，也不急嘛，啊也料就塞落去嘛，啊落伊就改造了呀。啊，这较早咧过，咧过拢差不多两角三角，
两个塞安尼啊。哦，你讲以前的。比较大年啊，对啊。因为我本身就是盐埕埔出身。哦。我他到民国1999年，我做一只迄个。较早粘鱼啊，粘牌啊，对，即摆迄只放伫迄个阿门港文化园区，啊，迄只报八报纸报八大，搁报到土牌，粘牌啊，竹牌啊，哦，啊，搁一种迄个过木刀的，过木刀要小，比这较细只，较细只，迄我嘛有啊，啊，搁较早迄大山，大较大只，要过，要过一过，即就是咱遮高雄爱河的文化，对。在当地，大大小小啦，看你用是伫过咧嘛。伊这是伫内港，内港尔，到外港、外港，对。所以迄只砧牌也是平平。平平。啊，咱普通人要穿啊，要穿爱翘啊，啊袂水个。有风用。对。啊，伫遐平平放落，要掠鱼啊，一个大个网啊。你我只坑地文化园区。啊，你讲你阿妈讲个。你老用白竹北个嘛吼？啊。Un petit creux, profitez de notre promotion quand même. Jambon est bon, c'est le jambon cambon. Chanel, que l'on trempera dans le thé grand-duc de la collection Westminster Tea.
Madame Martine est demandée au rayon fraîcheur. Madame Martine est demandée au rayon fraîcheur.就像这样子，你好，这一艘湘江啊，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打造。那个透明的船是小朋友自己做的，看得很可爱。Coco Coon, faites de beaux rêves.